对对对。Because at that time in Taiwan there was a lot of foreigners, so the foreigners and also a lot of young Taiwanese people, they went there to listen jazz, and that was the way I met a lot of great musicians. From the TV, they were all playing the TV, and then after they finished the job, they went there. The Filipino guys, they usually play in American club.The hot spot that they call at that time, it was around Lin San Pelu near the Imperial Hotel and President Hotel. 我想现在所有的大家听到爵士这个字哦，都觉得很时尚。但事实上，在我的小时候，他们都会提到靡靡之音。对我们来说了哈，就是你要上节目的时候要上审核，那审核那个要有一点太过于愉快的，或者是太过于激动的，就叫靡靡之音。我印象中是这样，我今天也是几十年后才听到。开机哈，来了 ，and action。晚上6:30，国立中正文化中心两厅院的启用仪式，在众人的注目和祝福声中正式展开。1987年，两厅院启用，16年后，这里每年夏日都会举办盛大的爵士音乐派对。而当时，爵士乐在台湾仍是模糊的样貌。回顾这段开垦的年代，第一场在两厅院的爵士音乐节目是什么呢？于1981年成立的底细爵士乐团，推广爵士音乐40余年。两厅院启用时，时任团长的尤金顺老师回忆道：“啊，因为我是台北市立交响乐团的团员，所以音乐厅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最初应该还是以交响乐团的演出为主啦，然后掺杂着有一些学校的交响乐团啊。”早期音乐厅是非常排斥爵士音乐的，他认为他们是古典的圣殿。我们两厅院的场馆基本上音乐厅跟戏剧院的余响是不同的，其实并没有说爵士乐不能进来，只是一般爵士乐要在音乐厅去演出的话，也许他要呈现出他的效果是比较困难的。以音乐厅来说好了，音乐厅的余响设定在2.0秒左右，这是在满席的状态之下。那如果在空席的时候，它的余响时间达到2.5秒，那对于爵士乐这一种演出形态，需要比较清晰的声场环境，它会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对我们来说，两厅院并没有所谓的什么样的演出，哪一些不行，哪一些行。因为 Chick Corea 是一个很棒的钢琴演奏家，那当然他也是爵士里的泰斗，所以那时候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很平常的就把他送到评议委员会去。那至于评议委员的成员，其实是比较不熟悉爵士的，但是因为 Chick Corea 是名气很大，那再来就是星象许先生其实是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主办单位，所以他的影响下，让大家就是觉得说好像也没有不可以。在1988年就开始有这样的安排，那1989年在这个地方的演出，那么对爵士音乐来讲是一个非常让人振奋的一个演出形式了，但是对一般社会来讲，它只是众多演出项目之一。因为那个时候 Billboard 全台湾可能只有4-5本而已，所以这里就是因为在某种程度的资讯不够发达的情况之下，你对于资讯的吸收反而是渴求的。所以我觉得反过来可以讲，就是爵士乐在早期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完全未知的追寻。好了，就是说我们在追寻那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往爵士乐走，可是我们在古典乐的圈子里面绕了一圈之后，发现好像没有用和弦啊、即兴啊来创作啊，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也没有什么网络这件事情，那所以相关的资料非常难找，我甚至找不到老师。我跑去音乐教室说我想学爵士乐，哦，流行歌，他就给你一首国语歌。像我来自一个不是音乐的家庭，所以我所有的亲戚都觉得爵士乐就是夜生活，跟这种八大行业画上等号。
卖唱片的店他们开始引进一些不一样的音乐的时候，当然乐迷他的耳朵也会被打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于音乐的想象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它不是只有西洋流行音乐跟古典音乐或者是国语流行音乐。大家最同讨论的是说你是比较喜欢滚石还是比较喜欢飞碟，好，那时候只有这两家唱片公司，可我反而都不听国语歌，我都在听老外的爵士乐。那当时甚至还没有 CD 的时候听爵士乐录音带，然后那个名字买来我都念不出来，但是叛逆期啊，我就觉得我放在书包里头，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同学的都中文的，我是英文的，一个欧郎啊呢。爵士乐的接触主要真的就是在高中，那因为我吹的乐器是萨克斯风嘛，其实在管乐团里面会有一种自己是边缘人的感觉，我就是一天到晚都在想着到底哪里可以参加 Big Band 呢。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店叫爵士影像，每次经过就会这样看，说原来只是一个影像照相馆这样子。我就走路的中间，我就看到，哎，就是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Big Band 的海报，然后就跑去看，是迪士尼一个什么十周年公演的海报。1992等于是我们是第一个爵士团体进去。我曾经在一场音乐会演出之前，走到外面抽烟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小女生问另外一个小女生说：“哎，啊，今天指挥是谁啊？”她说：“还不是上次那个疯疯癫癫跳跳跳上跳下的那一个。”我说：“原来我在台上是这样子。”国家音乐厅对我们学音乐人来讲，当时来讲是一个最棒的一个地方，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所以能够进去绝对是我们的梦。所以我后来就进了底戏，我觉得在那边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那边认识很多一样是喜欢爵士乐的朋友，主要就是有彭昱文啦、张坤德啦，然后还有邱建二啊，他们等等的，就是大家就会在那边诉说自己的梦想之类的。除了底戏之外，国外来的就是1993年8月的逍遥音乐节，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原来在两厅院已经有爵士乐的演出了，至少打开了一个过去大家认为在这个地方就是一种古典严肃的，我们讲殿堂级音乐的这种感受。回来的时候是1991年，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发现说，哎，其实 BBS 上面会有一些爵士乐的讨论空间。然后1997年，变形虫乐团成立，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了，因为这代表台湾年轻的乐手开始想要做爵士乐这个东西。所以那时候，1997年大概主要就是从底戏的团员里面，啊，我们几个对就是做这种中小型爵士乐团有兴趣的朋友，就出来成立了变形虫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环境就是，其实演奏爵士乐的年轻人还不是很多，像启兵凯雅他们也是蛮活跃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台湾也开始慢慢有那种乐团表演的需求。回到台湾到2000年之前，那我音乐产业也开始解构啊，唱片公司因为解约潮嘛，因为他们五大上面移到北京可能是一件事儿，那很多年度签约的歌手都没办法发片，或者是合约被取消了，所以河岸那时候开了有两种蛮不错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对音乐充满梦想的，比方说大学生啊、组团啊，我想要 play， 我想要往这方向，哎，这个是梦想的起跑点。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梦想的一个原底，有没有？啊，我没有合约了，我要不要玩音乐？你还是可以回来属于你自己的舞台。目标就是设在说，我希望这辈子能够在音乐厅有个音乐，能够在那边演出了多好，就是音乐殿堂大家的理想。有听过音乐厅的音乐嘛？对不对？所以才知道古典音乐做出来是那种共鸣，会让你觉得很吸引。那是一般你在各个场所里面没有的这种共鸣。从 Starbucks 放
爵士乐这件事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其实之前他们可能是放古典音乐啊，或是放一些其他的，有一天他开始发现说喝咖啡听爵士乐是一个 chill 的事，这样。我觉得这个大概也是就是国内对于爵士音乐的这个接受慢慢的提升啦。我在2001来我在这边当主任，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做艺术总监，当时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国际一流的，另外一方叫做全民共享的文化园区。当时我想说为什么爵士音乐都要在暑假比较最冷门的档期来演出，我就想这个问题，我说可不可以试试看办一个艺术节，把几个爵士音乐聚在一起做一个表演。2003年开始两厅院主导的夏日爵士派对开始，其实对一个小小的爵士乐迷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我们都非常兴奋。兴奋的原因是我们终于有机会在台湾第一次在很好的演出场地，可以容纳的这个人数也够多的这个场地，看到我们喜欢的乐手来表演。两厅院在每年的夏天它变成了一个大家长，把这些人汇集在一起，然后一起去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